近日，杨幂身穿一袭清爽小白裙亮相某活动，脚踩银色细高跟，优雅大气又温柔端庄，精修照看上去又美了呢，仙气十足的感觉。不过视觉中国发的未修图，很明显有一定年龄了，眼睛还是美的，但感觉骨头架不住肉了。来看看视觉中国镜头下无 PS 的杨幂，离开精修，这颜值能打几分？天啦噜，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原图吗？锐化的太严重了吧，而且这样看大幂幂脸还是挺方的，感觉一夜之间回到了拍北京爱情故事那时候了。所以别说人家萧虎山 ground 脸型还是以前那样，哎，曾经最喜欢的郭襄还是抵不过岁月啊。看到照片，网友们纷纷表示老了真老啊，挡上眉眼像50，有点回嫩牛五方的趋势。讲真，我觉得大幂幂整体还是很好看的，就是脸型稍微有点方，脸上坑坑洼洼，看着有点油腻，看视频动态比照片漂亮许多，估计本人比上镜漂亮吧。 PS， 其实把 LED 化妆镜灯开到最大，我皮肤没比她好多少，就是这脸这皮肤这手臂，真的别卖少女好身材人设了好吗？虽然眼睛还是美的，但是脸的下半部分真的不行了，果然还是天然的比较耐老，所以千万不要往脸上打针啊，长时间下去脸上肌肉走向太不正常了，凹陷也多。要知道杨幂才32岁了，一般30多岁的女的看着都挺年轻的啊，而且我总觉得大幂幂的嘴唇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，和她闺蜜 Angelababy 正好相反，一个凸一个瘪，这是路人抓炮的照片，说实话还是蛮美的，感觉状态很不错，脸的辨识度也很高，不论是单拎哪个五官出来，还是脸型颌面发际线都很有辨识度，就是远处看都觉得妆好浓啊，脸像照了个假面具一样，身材真的少女的 166.5cm 48公斤的身材，羡慕，这腰怕是只有1.5尺吧。 PS，我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是她在怀孕的时候发了一个体重图，说生平第一次体重过百，可惜大幂幂的仪态不好，导致让人总也想不到她身材好，和佟丽娅站一起，这腿真的是世界级了，但仪态一看就是有问题，脖子前引又驼背。不过这张照片还是杨幂赢了，毕竟一白遮三丑嘛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。